老师，你的竹仔头洗到不哩好看呢。哦，这个竹仔头从半暝啊三点开始洗到差不多多好，你们知道哈、哦？所以非常高纲。那么呢，我们接下来再好话不多说，我们接下来再次邀请我们的童根生以及三生先的 Fish 老师带今天的压轴，就是你们这一趴的压轴曲目金丹，掌声欢迎。在这个时刻呢，邀请大家闭上眼睛，深呼吸，让你的思绪自由的来去。吸气，吐气，吸气，吐气。真的是赞美的果树呢，沿着。
谢大家，希望大家都得到今天的法力，法喜充满。那我们就先到此为止了，感谢大家。同根生，哎，打广告，打广告一下，我今年要发新专辑，你到底在说什么？打个广告一下，我今年要发新专辑呢，然后在这个八月份的时候呢，可以注意我们的这个 IG 啊，或是 MB 啊，或注意我们的社群媒体，喜欢我们的音乐呢，就来给我们支持分享。A 入同根生，再次感谢大家。谢谢。好，谢谢我们的 Show Girl。还有非常掌声谢谢我们来自宜兰六位非常优秀的音乐家所带来精彩的演出，大家说他们表演的赞不赞？希望年年的大戏大戏都可以看到他们精彩的演出。那么呢，其实说真的，音乐家要从一个单纯演奏乐器的状态呢，哇，融合当代各种艺术，说学逗唱样样精通，可以说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那么呢，其实我们大戏大戏的节目办到现在，大家可以发现除了有宗教文化，然后各式各样的表演艺术，然后今年还有很特别的 5G 科技，哇，整个融合在一起呢，让我们大戏大戏这样的一个宗教盛典呢，可以成为我们台湾的这个国家的城市名牌。那么接下来呢，我请问大家，我们